不是异想天开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来抓鱼？他现在正在忙。这太严重了。走下面。走下面。对，下面这样。但老板，你脚怎么不会卡住？我会穿这个青蛙装呢，因为很棒的是我被分配到了要来抓鳗鱼。为什么？我想问问看，节目明明就是有分装跟挑鱼的这些工作，我就要来渔翁里面抓鳗鱼。现在要看一下现在几点，现在凌晨4点，还没睡饱。重点是你有看到荧幕上这些小屑屑吗？这不是蒲公英哦，这也不是萤火虫哦，这是蚊子。由于我们现在补光灯非常亮，所以一堆蚊子全部冲锋上来。好的，这个节目不是异想天开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来抓鱼？他现在正在忙。这太严重了。走下面。走下面。对，下面。但老板，你脚怎么不会卡住？然后这嘛是先乌空好水的，乌空好水里白。为什么要乌空？我顶下有蜜瓜。哎呀，伊会伫土内底吗？对。阿姨，我给你倒沙缸。来，倒沙缸。好，啊，我按这边哦，因为镜头伫迄边。好，啊，给乌一个空就好了吧？对。用力，哎，出来嘞！哎，出来！哎，不动。哇！哇！为什么阿姨这么轻松啊？哦，脚粘住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脚卡进去了。看，前后晃动，脚后跟先抬。哦，有了，附带了一些泥土上来。大家不要看，这只是土而已，这土很硬呢。开始有点后悔，自己想要帮这个忙了。